宇宙最帅的男人，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，所以今天我要在你们四个人中选出我的继承人，来继续保护地球。嗯，爷爷爷爷，我是你的亲孙子，继承人的位置应该我来当。你这个不孝子，你爸爸我都没说什么呢，要说宇宙大主宰应该由我泰罗来当。你们两个跟奥特之父都有血缘关系，不管是谁当了继承人，传出去都会被人说闲话，所以继承人还是由我赛罗来当最合适。想得美。好了，既然你们都想当我的继承人，那你们来比赛做手工，15分钟后我来评比谁的手工做得最好，谁就是我奥特之父的继承人。没问题，我可是手工大圣，今天可不能在这超级英雄的面前丢了面儿。继承人必须是我的。做个什么好呢？哎，有了，做手工可难不倒我。好了，时间到，你们挨个来展示一下你们的作品吧。奥特之父，这是我用笔画的98K。这是我用粘土做的平底锅。这是我用纸剪的雪花。哈哈哈，看来超级英雄的手工水平很一般嘛。大圣，先把你的手工拿出来给大家瞧瞧，别着急做评价。就是，看好了，这是我用黄瓜做的98K。黄瓜98K，没想到你这个人类还能用蔬菜做装备，不错。爷爷，我画的98K最好。爸爸，我用粘土做的平底锅最好。不是，我的剪纸最好。错。我的黄瓜98K 最好。我的，这朋友们，你们认为谁做的手工最厉害呢？快帮我选出我的继承人吧！点击下方抖聊视频关注一下呗。奥特之父，我们到地方了。这就是光之国，太谢谢你了，赛罗。奥特之父，你说什么呢？赛罗，你看看我到底是谁？哦，贝利亚，怎么是你？你把奥特之父怎么了？跟我玩个游戏，如果你赢了我就告诉你，如果你输了，哼，休想阻止我毁灭光之国。我还以为什么呢，我接受你的挑战。为了公平，我请来鱼头怪当裁判给我们出题。这场比赛我来做裁判，请问哪个奥特曼的形态是融合其他奥特曼形态最多的？贝利亚，你先回答。这还不简单，我儿子杰德的形态银河出身，就是融合了艾克斯、银河、欧布，还有我初代奥特曼的5种力量。怎么样，我赢定了吧？现在该你了，赛罗。这个贝利亚把我要说的都说了，究竟还有谁呢？我知道了，还有泽塔、德尔塔、天爪。继续说。因为它融合了我本身无限赛罗、极恶贝利亚，还有杰德原生之初的力量，而我无限赛罗的形态又有银河、艾克斯、胜利和欧布奥特曼，而杰德又有贝利亚和初代融合，也就是说他一共融合了9位奥特曼的能量。现在我宣布获胜的是赛罗。贝利亚，我赢了，快告诉我奥特之父在哪里。别忘了，我可是反派，奥特之父和佐菲的力量已经被我偷来了。快放我们出去，贝利亚，快放开我们。别沾着了，奥特之父、佐菲融合怎么办？难道我今天要凉在这儿了？点击下方抖聊视频关注一下呗。